亲自将再生电脑捐出，中由基隆营运处长林胜义亲自将这批电脑转赠给市议员吕美玲、韩世玉。我们就是请我们那个我们资讯把我们原来的电脑里面的东西出来，但现在这个都是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的可以公用。那我们就是说感谢我们李议员的帮忙促成，让建国里这个的社区居民的住宿团体可以用这个电脑，也让我们这个再生电脑发挥再次的一个功能，也让我们社区里面可以来的永续学习，那与时俱进。好，当然那特别是那个李议员居中跟我们周董事这边的帮忙，那当然那个建国里的社区里面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我们居永处来帮忙的，我们一定来热心的协助。捐赠仪式在中油基隆营业处举行，市议员吕美玲、韩世玉代表接受，允诺会善用这一批再生电脑，提供辖区长者及弱势的家庭使用。我们非常感谢中油能够发挥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然后让这一批再生电脑能够运用在社区里面，让每一个社区的家庭包括这个弱势团体、独居的老人，能够借由这一台电脑再度的接触这个社会，并且让自己更有信心，同时能够有序的学习，与时俱进。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中油能够发挥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责任，同时做这样的一个公益的善举。感谢我们中油公司，那以及我们吕美玲议员，那我们一起呢大力的来促成就是我们送电脑那爱基隆这一块那尤其是呢针对于这个弱势团体啊这些好朋友还有独居老人那我们可以呢献上我们的这个满满的祝福以及关怀那深深的呢感谢我们中油公司的善举。台湾中油捐出这一批再生电脑，让这一批二手电脑资源能够再利用，同时也善尽企业责任。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